由英国 Comasters 公司推出的系列最新作《闪景点行动血盒》在日前公布了一段最新的研发人员日志影片，让这款创下百万套销售佳绩的战术射击游戏系列揭开全新的章节。而台湾代理商万代南梦宫伙伴也说明，他们所代理的欧版《闪景点行动血盒》将会在4月21日如期上市，而想收藏其他版本的玩家可能就要再等等了。在影片中包括截录自游戏多人连线模式中的片段，还加入了研发小组才黄牙音的解说，告诉大家闪击点行动血色长河在设计方面的如何提供快速进入并切离战场的合作游戏方式。玩家们可以扮演美国海军陆战队火力小组的其中一位专家，步枪兵、自动步枪兵、滞后与榴弹手，这些值得称赞的角色不但可以让玩家应付各种战役，也可以在四种独立火力小组冲突模式中晋升到更高的排行，成为高效率的作战武力。